切都过去，我来就经历。渴望献给你我生命所有，是你心满足。当明月消散，一切都过去，我来就经历。献给你我生命所有，是你心满足。我所愿献上给你，胜过一首诗歌，因那并非你所要。检查我的灵力，我与我的外表，你看中我的内心。我重新献上真诚实心来，单单来祭拜你，主。
就是献上真实的敬拜，单单来敬拜你，全然为你，耶稣，求赦免我过去也不愿意，献敬拜敬拜你，全然为你，耶稣，我重新献上真实的敬拜，单单来敬拜你，全然为你，耶稣，求赦免我过去也不愿意，全然来敬拜你，全然为你，耶稣。
敬拜，主我敬拜你，主我敬拜，主我敬拜你，主我敬拜。
爱来安慰我，赐给我盼望。你的爱的突破，我渴慕你的爱，你乐意的把这个爱摆在我里面。我渴慕你的爱。
享受到，我要庆祝你的爱，我要做一个爱的见证人。愿你，愿你大大的释放你的爱，啊，我真的感受到你的爱的心意。哦，我是你被爱的心。Thank you.
天上的父亲这么爱我，我也仍然这样子爱你们。我听见他的声音说，我说爱的教会啊，阿爸父怎么爱我，我也仍然这样子不打折扣的爱你们。Thank you.
真理的灵，有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进一步的突破，有圣灵赐恩典让我们可以释放，而且可以领受神的话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在就已经在祝福我们，因为你就是那一位那么乐意见证真理的那一位，你也是那么乐意把神的爱释放在他所爱的人当中。愿你再次来到，愿你再一次释放智慧启示真理的灵，继续释放能力，超自然的能力，释放有捆绑的，有搅扰的，说圣灵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自己胜不过仇敌的攻击，但是在你里面我们是得胜者。愿你现在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，哦，超自然的生命的力量，充满，继续释放医治的恩膏，身心灵的医治，身心灵的医治，医治我们的思想，医治我们的身体，哦，医治我们的身体。肌肉酸痛的，关节痛的，就来医治，来矫正。身体里面内脏有出毛病的，主，你照着你原来设计创造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计划，这个美完美的计划，你释放能力在我们身体里面恢复一切不对的地方。
话所说的，在末后的日子，你的灵要大大的浇灌在你教会里面。我们看见了，我们听见了，我们说愿你来做，愿你来做，我们欢迎你，欢迎你圣灵的工作，欢迎欢迎圣灵带来的充满，大大的浇灌在我们当中。Thank you.